社团法人台湾新希望关怀协会今年扩大举行新春团拜，特别安排了精彩的表演活动，展现长者们的热情与活力。咚咚金鼓边唱边跳有氧舞蹈，让可爱的银发族好开心。这是台湾新希望关怀协会长者们的表演活动。有氧舞蹈不仅可以让长者们变得更健康，还能保持快乐的好心情。有氧舞蹈啊，它其实是心肺的功能。那我们在这个四肢运动的时候，其实会感觉到这个心肺的跳动其实是有呼吸在里面。那其实年长的人呼吸它是越来越慢，心脏会越来越慢，越来越衰竭。所以我们就是在心肺这个部分，让它四肢跳动的时候，让它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律动。跳舞他家我不会跳舞了。那大家一起跳舞，那你开心吗？我当然开心啊。很开心，很喜欢来这里吗？啊？喜欢来这里吗？喜欢啊。协会除了帮长者们上能活化脑力的课程外，社会局也有补助新希望关怀协会举行长者共餐活动，还会依照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对食物的喜好来烹调美味的食物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我们长辈共餐，或是我们的这个银发俱乐部共餐点，其实我们都会为长辈准备的比较是营养的啊，清淡的啊，比较软食的，他们可以吃的比较软的，那我也会考虑到长辈他们的需求。台湾新希望关怀协会对长者们很用心，平时就规划有趣的课程，让他们可以动动身体，动动脑，还可以结交朋友，生活也变得充实。记者沈志勇、蒋巧薇、芦洲采访报道。